我很喜欢音乐，我很喜欢小提琴，可是我听不到。我没有听过音乐，我好想知道属于我的音乐是什么样子。他每听几次就能记起来的音乐，我都必须用手透过音响传出来的节奏和强度去记。我脑中的音乐就仅仅是爬在五线谱上，音符在变换位置。那他们脑中的音乐又是什么样子？我到底少了什么？就这三个啦，我都搞不清楚。我们讲一下，船，
是因为 remember 跟 forget。是啦，是啦，是啦。啊，不然来打赌嘛，下一次。好啊，下一次。明天小考。我输你们两个，我就断腿。我已经断了。我就被大卡车来回碾两次好了。不错，碾两次，好少。啊，你来，要怎样？就你们讲啊。一辈子交不到女朋友。你交一辈子交不到女朋友。好难过。好，你来。我考出名的话，我就也会跟你喜欢上。咦、yeah. ？好了好了。我那时就在旁边，却意识到我无法为自己辩驳，我无法大声地告诉他们，我就是 gay。当 gay 犯法吗？仿佛我的出生就是个错。请进。老师好。嗯，请坐。请问怎么了，最近？喜欢上一个比我大5岁的女生。大5岁。嗯。其实年纪不是问题啦，感情最重要的就是两个人互相伤害、互相尊重、扶持对方啊。我好怕被拒绝。老师真的能了解我吗？从来不敢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。以前受到的伤已经够多了，漠视与冷嘲热讽，我总是自己一个人承担。那之后有困扰欢迎再回来哦。好，真的非常谢谢老师。好，拜拜。请问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吗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哎。哎呀，老师会站在你这边的，所以你就尽管说吧。我好像喜欢班上的一个男同学。好，所以你是同志咯？我其实你现在年纪还小啊，我是觉得啊，你可能还是不确定自己性向而已，并不代表说你一定是同性恋啊。嗯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的生命故事分享就到这边咯。走吧，后面再见，学习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不知道要怎么面对我的未来，我的婚姻和爸妈对我的期待，我不想让他们失望，但我好像又不得不让他们对我失望。为什么是同性恋？